现在是深夜的快三点了，我看到张飘飘还在网吧里面，你不回家吗？我重新找个房子，现在在住家网吧了，重新找个便宜一点的房子。哦，房子已经退了。现在住在网吧的，要找一个便宜点的。是，这样子有点困难的，500块钱有点个贵。500一个月那个啊，压力有点大。有点个大。在那里住了多久？住了3个月。住了三个月，想找一个多什么价格的呀？最多200多。最多200多啊。那现在手上有多少钱呢？有1000块钱有了。有1000多。突然从出租房搬到网吧来住，习不习惯了？不习惯。不习惯了。哪些方面不习惯？住到哪次住到这个网吧不免习惯起来。这个网吧呢，我搬出来了以后不习惯了，睡到床铺上面习惯性了。能睡着吗？能，睡不着。对，睡不着。能闻到沙发上的臭味吗？有点个臭味。现在闻得到啊。以前闻到臭不臭？不臭。我考你这个事情了。考你在考虑这个事情了。之前不是说厂里谈了一个女朋友，后来怎么样了？女朋友那个失踪了。失踪了。没有去做了。没去做了。他这个女朋友，我他欠我300块钱，还我200块钱。那有啥？借了你300，还200。是啊。耍了这么久的朋友，那值啊，至少啊，对不对？是。这个女朋友耍了多久啊？耍个，也在里面耍个2个多月。耍了2个多月。平常请他吃饭这些多不多？有点个多。给他买礼物送给他没有？礼物买了3次。买了3次。买了些什么？平常这些礼物这些衣服还买了1次。我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总共花了200多嘛。我说吃饭送礼物还有借钱，一共花了多少钱在他身上？总共一下花了500块钱。2个多月花了500多。压力大不大？压力有点大。有点大呀。对。最后是你提出分手还是他提出分手的？我提分手的。你提出来的。感觉压力太大。压力太大了那次。吃到他烧白没有啊？烧白吃了一回。吃了一回。在场面吃的。挺好挺好。在场面在那不要说了好吧。还有没有合适的呀？现在没合适的。没合适的呀。有那种给我也介绍一下，推荐一下。就是耍2个多月只花500-600块钱那一种。好吧。这个还可以啊。多的不说了啊。尽快找一下房安定下来才能好好工作，对吧？像看到视频的荣昌有200-300块钱的房也可以介绍一下，对吧？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女朋友的问题。我找女朋友的问题。一个月我愿意花1000块钱给她买礼物请她吃饭。帮我也找一找。 好吧。好，拜拜拜拜。